你这不是虐待我小姐夫了，我小姐夫。还有那个曼妮姐，曼妮姐也是小姐夫。把甲鱼安排好啊，走之前。嗯。他二哥，你不胖，你只是装了个地球仪。嗯，对，实话，我这个肚子多多少少的是挺那啥。今晚蒸个河蟹，酸菜炖炖排骨。那河蟹那扔了。哪河蟹？那河蟹。那河蟹咱妈给隔壁小孩吃了。嗯，我说我他妈没吃。扔，别扔啊。嗯，完了，你俩上南国上就上西关。嗯。就买海鲜啊，吃啥海鲜买啥海鲜。是。咱就是简简单单。别想多了，多吃不了上下就明天咱不是别的菜，完了明天咱回吃席就啥菜都有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就吃海鲜，你想吃啥？你别见外，你就说、啊，完吃啥咱就买啥，明白啥意思吗？整多上顿下顿热嘛，每一顿都住、啊，吃啥咱就买啥完事儿。咱明天上午就走了，找姐吃点饭。下午就咱就有饭局了，有饭店了。对，就说自己喜欢吃的。浙江市场。你俩去吃板面，芳姐馋那板面了没有？但是那板面不能悠啊，姐。你要想吃酸菜不够，再去菜场买几点酸菜也行。买腾点酸菜往里兑得呢。不好吃，有上回我炖那个就有味儿。这是你这个都放出有味儿了，馋姐，那玩意不能悠姐，那面到你那都不行。他那面一放时间长，里边有黑点，就是发酵的，也不是什么玩意。我寻思吃来不来晚上。嗯，我在我们这儿就没找到那样板面。嗯，他家没有药味儿。八大哥，五斤的龙虾来俩。嗯，他要我命。还要五斤的龙虾来俩。我俩那就是那时去那天直播的时候，是我跟你儿还是点哥第一回给买回。第一回吃龙虾是点哥给买的吧？嗯。点哥给咱买了一回龙虾。波龙吧，是什么澳龙的？澳龙波龙。嗯，没有澳龙那是。整个帝王蟹现在这还没有，我就记得第一回买那个是给那是点哥给买的。帝王蟹他都不爱。点哥好像给转一千块钱买。知道不？帝王蟹咋回事呢？帝王蟹它不好卖，然后它需要极低的水温才能养，不然它就长寄生虫，长一身，没人买、嗯，所以现在没人进帝王蟹。嗯。帝王蟹得冬天的时候有人进，冬天间海水就低呀、啊。咱那有点小龙虾，什么澳龙啊，还有个波龙什么玩意儿，这小的震大，还有也有震大的，200块钱一斤，那一个的话，可能得交700-800块钱。不合适，买澳龙、嗯，买波龙花那些不合适。还有一回有那个刚死的那个，我跟你儿自个花钱买一回，那没买。你还没当吃，反正你多少就说实话，兄弟，就有点贵。他就是做个样子好看。嗯，就有点贵。吃着也是那个味儿。对，皮皮虾啥的，这玩意都行。皮皮虾100块钱三斤。皮皮虾。嗯。咱这嘎达的海蟹啥的，就是那个，嗯、金尾虾我这少。那什么蟹？花盖蟹。花盖对，让他尝尝咱这花盖蟹去。嗯。你带他去吧。咱家有葡萄，有梨，有苹果呢。要越吃别水果再。说着蟹啊，说着蟹还行。前屋还有瓜子。对，那他就吃个名儿，其实反正肉还行。嗯，那吃个名儿。好像点哥那时候好像也是这个季节，不太热的时候，点哥是给1000块钱，你买一口吃。我炒螃蟹出来了，搁这去。白哥，伢那海鲜必须吃，和我南方的味儿不一样，螃蟹都不一样，它甜、鲜那种，嗯，甜鲜的。青菜，反正今儿别买青菜，明回再买，明咱走。说晚上了，姐，晚上了，一会儿就先下播，姐。嗯。